天跟你们再去弄点肉吃啊。老板，这几个骨头不要了吧？嗯，我这全是肉。谢谢。炸给你们擦擦擦。肉还是少，啥再弄点。老板，这肉烤着不错吧？嗯，别烤那个，这好东西不行。吃啥不啥，下次再买点。炸。这我可以不要了吧？拿回家尝尝。中午一时在那灯火阑珊处。姐夫，我想买双鞋。上德沃 APP 啊，款式多还保证，十一月还有大活动呢。这个大补，下次再拿点。老板，这还有皮球了、嗯、谁给你送我这皮球？让我玩玩吧。那不行，完了给你送给他。哎，炸！哎，还能这么夸鞋啊？吃这个会不会变皮球？嗯、哎，老板，又不要了。拿走吧，拿走吧。上面有肉，剩下这个给老板，他真香啊。嗯，哎，老板，你这鸡翅这么大、哎、我这是大鹅。谢谢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这是好东西。这个翅膀大。老板，来只鸡。嗯。老板这么小气。你让我的内心荡漾，展开了想象，被困在海的中央。太少了，下次再买点。我帮你，哎呀，这可油了。没事儿，你这上眼的肉还这么多。来，你这个算了，算了，这你拿，我送给你。谢谢。这羊蝎子上面全是精肉，里面还有骨髓。这个骨头得捣碎，要不然一会儿卡牙。这股丸子就是香。嗯，这东西烧了可惜了，这是芝麻的，里面还有好多芝麻。今天便宜有一宝，给你们做个芝麻糖吃。健康是美味啊，兄弟们。今天又收到本子给我邮过来的好东西了，我们来看看这是啥。本子说这个我肯定喜欢，让我千万别浪费。这不是海葵吗？营养价值比海参还要高，就是长得丑了点。姐夫，还是本子给的香。今天我要用这块土来给大家做个好吃的。我要把它打成粉末状，这个土啊，给它弄得越细越好。这个爆米花你们肯定没吃过，
啊，兄弟们。哎，老板，几黑头了？炸！猪鼻子这么脏，里面东西都变硬了。这是猪皮筋，饭店都抢着要呢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个东西得去去腥。我见。这个吃着香，下次再弄点。就是鱼太小了，没事，老板爽快，走，再去看看。嗯，老板，猪皮还是不要了吧？猪皮，这肯定是好东西。这个你们肯定没吃过。哎，老板，那狗都不要了吧？喂我家狗了。我帮你喂吧。你知道我家在哪？我给你媳妇打的、其实我不知道老板媳妇电话。哎，姐夫，老板刚不是说这是给狗吃的吗？剩下给狗吃。都拿走。比鸡腿好吃多了。暖阳下，火阳芬芳，那是谁家的姑娘？这姑娘不会游。比红烧肉还好吃。老板，夜夜夜漫长，够你了。哎，谢谢。老板给了个烤东西。比羊宝好吃，下再弄点。哎，老板又不要了？炸！哎，羊宝呀，这是好东西。太费劲了，剩下这些给老板。哎，老板，死了！来，我帮你上，我杀进去。老板，谢谢老板。好，走。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。我那烤起来特别香，那我试试。这个鱼好，下次再弄点。鸡爪还是不要了吧？那是鹅掌，谢谢。你给你擦，这好东西。
这个比鸡爪好吃。哎，老板，我这个鱼嘴烤了吧？没人烤吗？我都能烤。这东西不错。社会很单纯，复杂的是人类。这鱼没有刺儿，下再拿点儿。